说我美，还是说你眼光高，还是那个眉画得好？你不让我跟，我就不准你去华山参加什么论剑大会。情到难断流水情。好好好，你也去，这总可以了吧？相公，我坚持不让你去，你去不去？我不会去。但是心里会懊恼，而且懊恼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还是不会去，因为我宁可懊恼一辈子，也不忍心见你生气。啊，我不陪你了，你自出去看。你要多小心。哎，王家好，说他们谁最美败啊？啊，当然是武功好的赢了。嗯，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奇怪啊，王老爷爷邪里邪气的，怎么会娶到你这么个贵人来娶美人啊？真不知道他做什么狗屎运。周大哥，你把九阴真经借给我看看可不可以？我真想瞧瞧这部害死了无数武林高手的书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我要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把九阴真经默写下来。这本九阴真经可以说得上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。